咱们总理。好的，好的。英英的，英英的，先赶快出列，来，掌声鼓励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东东老师啊，东东老师。好了，那个英英的对呼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 ，Let's go。我是红马英英的，我是金谷英。我是夏天英的，我是英的。太直白了，有点直球啊，太直接了，我、哦、太直接了啊。好了，那个。花样你还不好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。啊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我们即兴剧呢，我先跟观众补充说明一下，待会他们三个会到后台去，我会给大家他们在十秒钟、五秒钟的时间，然后后台去找个道具带在身上，就是他那个要演的那个角色了，哦，就是根据他的角色，就是在后面找个道具。那个道具呢，都是刚刚阿尔跟圣之树他们平常在玩的那些道具，哦，都是那些，不出那些。哦，都是从他们房间拿出来的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呢，我请各位观众，等一下再拿，好，等一下再拿。先请各位观众给我一个，随便给我一个，你看过的，你看过的，电影，啊，你看过的电影，随便给我一个电影，来，请说。铁达尼号。铁达尼号 ，OK， 很好。还有吗？随便讲，随便讲，大家想讲什么都可以啊，随便讲。大英雄天团。大英什么？大英国天团，吓我一跳。大英雄天团，吓死我，吓死我。大英什么？吓死我。满清十大酷刑。满清十大酷刑，好，我们就演满清十大酷刑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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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清十大酷刑，有问三个人，因为有三个人嘛，我们三个角色来。满清十大酷刑应该会出现哪三种角色？来，大家随便讲。太监，太监，哦，你讲太监，准备讲三次，太监，太监，太监。太监好了。还有，还有人说太监还是错的？木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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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太监木马，还有木马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慈禧太后 ，OK。好，满清十大酷刑，你们三个人分别扮演太监、木马跟太后。来，大家谁像木马？谁像木马？来，东东，东东，哦，东东木，哦，东东是木马。哦，那谁是慈禧太后？哦，那阿尔嘛，阿尔慈禧太后。OK， 那你就是太监。太监，那因为故事一开始要怎么开始？来，大家觉得随便给个点子，来，随便讲。这个满清十大酷刑一开始要怎么开始？台风夜。台风夜啊，哦，台风夜啊，非常好。台风夜风雨交加嘛，势必要有些事情发生嘛，对不对？那最后 ending 要怎么结尾？来，大家我随便。吃泡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好 ，OK， 这个点子不错啊，哦。他说太后骑在木马上吃泡面。OK， 这个故事是满清十大酷刑啊，哦，有木马、太监、太后，然后开始是台风夜。结局是要太后骑在木马上吃泡面 ，OK， 好，我们计时两分钟，给他们，我们现在给他们十秒钟去拿道具，来，大家一起倒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这个台风夜之满清十大酷刑即兴版 ，Action！ 啊，台风天啊！哎呀，不要在我头上戴这个老虎的图样，外面风雨这么大，我这身木头不晓得撑不撑得住啊。台风天停电也只能点蜡烛。这不是太热吗？哎，制服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什么？不要你做的事已经准备好了吗？你叫我戴这个头套，然后叫我在外面淋雨啊。今天我很坏。你不是今天坏，我到最近都很坏。我整了很多人，我要处罚我自己。所以我要拜托你惩罚我。太后，这个责任有点重大。那你就趴下去当马吧。你后面的小太监似乎有话要说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跟木马的事，你来干什么？好正式啊！那烤个火吧。那你可以下去了。你是真的你要帮忙吗？你服侍一下太后好了。你现在是要？我要骑马。上马了，对，上马了。
我有点高，他太高了。一分钟，要煮泡面了。我现在被处罚的有点饿，你去弄。防范。三十秒。好，这个处罚呢？所以最后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哎呦，这真的是遮少我老人。还好清醒，我们你还没你的惩罚还没完呢。年纪年岁，我还要再吃一次面。再吃点面，再吃点面。啊，那个我刚刚摔了，又觉得好饿。